唔该，粉哥吓。嗱，你话你吸食毒品啦，你食嘅系咩毒品啊？安糖。安糖，你咗几耐啊？七八年到。七到八年。咁你每日要食几多？可能两三包到。咁每一包都要点三四克左右药莫啦。三日都。食三日啊？六包食三日。啊、你都冇见到佢吸毒。我哋冇留意到呢样嘢，或者我哋个疏忽咯。嗯。啊，因为佢话佢吸咗毒七至八年嘅咯。嗱、啊，今日嚟到做证嘅咧，咪喺评价管理局科度做技术员嘅。我接触佢嘅时候，佢已经系一个相对我自己觉得系乐观嘅人嚟嘅。如果必须话要改变嘅话，咁可能系同屋企人嘅关系，睇得出佢好在乎屋企人嘅关系，甚至佢对小朋友嘅重视，甚至高于佢自己。佢自己就表达翻佢系好抱歉，行到今日呢一个地步。